球。是这样子吗？哪是？好，站在这边，平平的。在这里你要怎么打？这里位置太小了。等一下哦，等我哦。打击出去，我怎么打杆子啊？什么东西可以打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高空球。打不到。阿爸，这个是球，是这个的。嗯。悠悠孩子，闭上两铁走。嗯，你要拿那个绿色的软软的也可以打，在垃圾桶后面，这样你就有两颗球可以打。你说哪一个？有绿色的，在垃圾桶后面。你说这个？对呀。可是很硬啊。那也可以放在上面打。可是很痛，难道你会很痛？我这样子躲起来就好了。你要去站在上面。